你在我的 QQ 群吗？没有，没有在，没有在，但他们在，他们俩在，他们俩在。这个是黑粉，我已经发现了。他真的是真爱，他的手机桌面都是我，我看到了。哎，大家好。啊 ，Hello， 好。哇，你拍了好多张，谢谢。好。哇，难怪。啊？怎么了？还卡呀？不卡了。现在应该不卡了吧？可以拍个表情包吗？怎么拍表情包啊？怎么回事？嗯，好，来吧。等一下哦。我来拿，我觉得就是要一直按着吗？这个把它弄下去，对，长按嘛。然后抖的时候，我们头也要跟着一起抖。还要抖吗？对。那我按，行。嗯。它没有抖哎。可以。可以。可以吧？我很配合吧？再拍一张正常的合影吗？啊，好。我不卡就行。来吧，我跟他拍了个表情包，居然可以做表情包，这什么软件 ？FaceU。哦 ，FaceU 可以做是吧？我也有这个。来吧，正常的拍，也用 FaceU 拍，那个拍出来很好看。FaceU。不用也好看。不用也好看，嗯，会说话，会说话，会撩妹，会撩妹。这个去掉。怎么了？来拍吗？好。哇。一二，要搞我啊！嘿，好，谢谢啊！冯总吗？冯总，对啊。为什么叫我冯？冯总吗？冯总，对啊。为什么叫我冯总？因为经常看你直播呀。可以，我是冯老师，你好。你好。哎，你好，要想跟你合个影吗？可以啊，来嘛，可以。是美颜摄像机吗？美颜啊，不是，回去记得 P 一下，可以。能发朋友圈吗？可以啊，当然可以发啦。对，只要拍得满意，随便发哪里，好吧？来，又拒绝。哎，等一下，换一下。你在直播呢？刚才一路看你直播来的。哎，你是在录影吗？对，哦，就是发朋友圈嘛。哦，那你重新录一个吧。没事，好，就这个，没有准备，没准备。没事，你先录吧。啊，那我不。再拍一张，拍的太丑了。啊，行，自拍。我来拿嘛。我觉得这样拍挺好。好，你往后。一二。好看，是吧？你又站在后面拍的很瘦。我的职业之路要继续了，我不录了。好，开玩笑的啦，他们。有一个很难过的事情，刚刚那个怎么回事没有保存？那要再录一个吗？我来拿。一二三，怎么回事？好，现在保存哦。绝对不保存。嗯，好。我要往前走了，啊，快七点了，我觉得我快回家了。我本来就是准备播两个小时的，差不多。这个再秀一下屏保。秀屏保，来，给大家看看，真爱哟！哇，哎，哇，这是谁？这是哪个美女？太美了，美，大，谢谢。好，拜拜。好，拜拜。